唱得好，不过来看看谁是烂片王呢？现在大陆网站公布了2010年下半年的烂片榜，这黄晓明主演的《唐伯虎点秋香》第二集则是荣登了烂片王，而且还把片子里面的任贤齐拖下水了，让他继黄晓明跟大陆演员潘长江之后，也登上了最差男演员的第三名。